乘风破浪有一种梦，我是陈梦。今天陈梦要玩的是这个爆炸的清蒸鱼。所谓的这个爆炸清蒸鱼，就是我爆炸就是艺术，哼，滴答答那个名言。所以我们就要玩这个爆炸吧，直接就不做了，就来爆炸看看吧。啊，这个清蒸鱼呢，它的特色就是当它在前排的时候被气绝的时候呢，就放对方六个伤害指示物。虽然放六个，感觉上还好，不痛不痒嘛。但是在搭配这个分剑复 punch 复仇者拳，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就是分剑复 punch， 再配四个的话，就是一他被气绝的时候就会反弹十个伤害，反弹十个伤害的时候，然后他用主要是用这个千针鱼来玩了，他用这个千针鱼来打三十伤害，但是三十加毒大概也是四十，但是呢这副牌呢它就有很多种叠加的方法吧。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阻止的环境，但是我们在尽量的后期的时候再玩一下一级流吧，我来玩就一级流的悲歌，就是最后的绝响，然后再搭配就是一级流的加二十伤害，然后再加二十伤害的同时呢再加增加这个喜鹊版的又加上二十的伤害，所以这副牌呢它的伤害控制量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呢还可以用这个黑莲卡莲，是卡莲吧，啊不对，不是，它不是黑莲，是卡莲。卡莲呢就是当对方每拿两个奖励的时候再加二十伤害，他打四个就加八十，所以你加起来再算的话呢，就是气绝后再反击来打也是相当的痛的。如果他的血量不够的话呢，他打死你的话还可以再抢回奖励。然后现在虽然说是single牌的就是小人牌吧，小人牌会怕那个铁臂膀，所以就玩了一只这个 stone 卷的这个巨石钉来克制铁臂膀。他的第一，因为铁臂膀他是电系，他弱格斗，这个打六十，然后你再叠叠伤害的话就可以一击七绝那个铁臂膀，因为他铁臂膀可能会用来打掉你的千针鱼啦，或者你的那个黑乳加，或者用第二招120再加黑莲卡莲啊，加八十啊，加一级能量啊，就是140，都可以打200多，都可以打出一个很高级的伤害。所以很虽然说菜场上没有什么一级流，但是还是可以玩一级流的出来。我就看看用这副牌来玩，然后这副牌会玩了一点 VIP 两张不多，然后没有玩高级球，因为玩的后会发现就是这副牌很难丢牌，所以高级球会比较少，然后会用 Oven 来抓一些重要的道具，比如说 Counter Gadget，Counter Gadget 是相当好的，就是你可以同时用其他的牌人物牌的时候，同时就可以在 Counter Gadget 抓回来，因为你是比较慢一点，这副牌会比较慢一点，然后被气绝后再反抓来抓回来，所以用 Counter Gadget 来抓，然后或者用这个赛宝力来控制一下对方的后排，因为这副牌主要是玩抽牌，就是用这个一级流的塔来抽牌。然后只玩了一张的这个起诉，就是为了防止你手上有这个一击能量，然后要洗下去，然后再用这个黑鲁加来充能量回来，所以呢，然后还有用这个 gift 能量来充能，大致上是这样子吧，就是用这个抽牌的方式。然后还有什么要特别介绍啊？应该没有啊，对，就是同样的一击流牌组，就是会害怕就是。一级能量卡的奖励，所以我们就来玩玩看吧。嘿，就硬币，就硬币。哦，能他给我先手，那么好。有 VIP， 那是没有宝可梦。哇，这开局不太好。冰块，哎呦，这有点难度哎。应该是那种甜美冷厚，扣了二十，用紧，我有吉拉七，有吉拉七，有马拉菲保护护牌，
应该可以打。击打七，这片开局是不好的开局，就是这副牌的话，谁开局都就出了这个马流了。让我不能打的，我有剑了，这么好，太好了。给他五十加十，加十伤是八十的伤害。击打七，不要先放。先把假期藏好，这叫中毒，是八十。反正假期只保后排的半球而已。快出来！这副牌刚好又没有补血的方法嘞。他老大那些也没出。他直接打。那么干脆的吗？哇，这要打小牌，就直接打。现在只加二十嘛，把凯伦丢掉。小狗，再抓清蒸鱼。这阿米要抓什么嘞？抓个虎吧。两个能量在奖励啊，爽哦，可恶！发他六十不够，发他六十不够，啊，放前面吧。冰淇淋，山竹冰淇淋，
他那个冰淇淋没有做出来，还不够30。去打50-80，差远的。凯尔姆在，这是问题。中锦，真啊中毒。换位来打就麻烦。要给他抓到那个大冰淇淋出来用。他。补30，再解除一张状态，马上克到我的副牌耶！直接打，直接打，不要开什么第一招啊！现在两个一技能在奖励是真的很伤，这副牌就真的是怕一技能有奖励啊。30再中60，哎，没关系。没用了，哦，把冰淇淋丢掉太好了，正在烦那个冰淇淋要怎么处理。啊，好多鱼都没有鱼了，现在手牌又很多。能量，我需要一技能量。拿一个野生呀，他放弃做冰淇淋，他可能看到我的吉拉奇就放弃做冰淇淋是好事。后排
等下可以用阿芬来抓。是很伤耶，只有一个一级能量啊！我已经换不到，那你送我了现在。再抽，这搞得开始用不到了，没关系。技能量。用不到了，加八十，哦，打得死，打得死 ，Karen 好强。这岩石巨钉本来是拿来针对那个铁臂膀，可是没想到他给做变后面收头。发一百二伤害也是挺高，一百二再加三个一级能量，加六十就一百八，一百八再加八十，两百六。先看一下他伤害啊，八对，再加八十，拜拜啦，两百六。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爆炸就是艺术，炸鱼。